南无大势至菩萨。
接下来请收看早课。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，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4-788012-001-194-788。护持印证经书、佛书、经幡、结缘品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